报告政委，他叫李新杰。哎哎哎哎哎哎！！哎呀，你们解放了我，我可不可以跟你们走？不修好了，我先回苏州。然后你等我的信，我一定回来接你。不是你打的！哎哎！是来找你们奶奶砸碗的。你迟了！我喜欢你，东家，对不起哈、哦。